八缸的雪佛兰科迈罗极速能跑多快呢？这期带来美系肌肉跑车雪佛兰科迈罗 GL1 变形金刚里的大黄蜂，今天看下它的加速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搭载 6.2 升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659匹扭矩880牛米，匹配时速 T 变速箱，前置后驱布局。下面先听个声浪。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监测下100到200加速，100到200用时 6.97 秒，最高车速312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